由生存游戏运动协会举办的运动爱台湾生存游戏运动推广活动在金门大学的中山校区办理，吸引大小朋友将近70人报名参加，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射击乐趣，年轻的学生则分组进行团体的对抗比赛，活动有趣而且非常有刺激感，也减少小朋友在家中使用3C产品的时间。枪支射击声不断，家长们带着家中小朋友共同体验，在协会教官的指导之下体验电子靶射击的乐趣。由于接触比较少，小朋友玩起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好玩吗？好玩。他刚射击几发？我中。刚有没有打到几发？两发。没有。第一次玩吗？之前有没有玩过？没有。你射击中几发？2发。两发。那你觉得好玩吗？好玩。好玩哦。那你想再射击吗？好想。大了要试的吗？除了电子靶射击还有龟苓射击之外，另外协会也安排团体现地对抗战，全副武装的两组成员在营区内展开阵地战，透过小组的掩护合作，实际体验丛林战的乐趣。注意交火距离，注意交火距离。第一次。对，还蛮好玩的。很刺激，有，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射到人。对，刚刚被打到有没有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他给的还蛮，就是蛮厚的，所以比较不会痛。蛮想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我们金门县生存游戏运动协会去向那个教育处金门县政府教育处争取了大概110,000多的经费。来举办这个爱台湾的活动啊，经由这个运动活动，希望把在家里待在手在玩手游的朋友们号召出来户外啊，来运动，来推动这金门的观光产业。我们协会现在目前每个礼拜都有办理那个对战哦，我们自己在打友谊赛的活动啊，预计年底会号召国内外哦大约300人以上的活动，也是最主要也是想要带动金门地方产业啊，那让观光客有一个来金门深入旅游的地方。生存游戏运动协会平时都会号召会员们进行比赛，另外金防部也有一群热爱生存游戏的国军弟兄们参加，跟协会的成员们进行对抗切磋跟交流。